世音菩萨，是佛教中慈悲和智慧的象征。以观世音菩萨为主导的大慈悲精神，被视为大乘佛教的根本。《法华经·普门品》说，凡有众生若在苦恼之时，只要听说有一位观世音菩萨，而专心虔诚地称念观音圣号，观音菩萨并会立即听到每一众生的音声，而同时予以救济，所以叫做观世音。观世音菩萨具有平等无私的广大悲愿，当法界众生遇到任何的困难和苦痛，哪怕地狱、恶鬼、畜生，只要至诚称念观世音菩萨，观世音菩萨都能观察世间众生的心声，并救拔其苦，无量劫来成就大慈大悲法门，利益众生，于生死苦海做法船接引，于无名长夜做指路明灯。佛经上说，观世音菩萨是过去的正法明如来所显化，因慈悯众生，以悲行愿，道驾慈航，游历于娑婆世界，应化33身相，闻声救苦。杨柳观音，大悲杨柳观世音，哀悯伦逆拔苦集，普入诸趣恒世现，令脱流转超出尘。龙头观音，圣德龙头观世音，照现光华则入种，开启猛令起慧光，普愿有情悟觉明。持经观音，声闻持经观世音，觉照内明光严视，最胜境界微妙智，不寻根尘归元真。圆光观音，无垢圆光观世音，性净明度常寂光，能服众生灾烽火，普明圆照遍十方。游戏观音，神通游戏观世音，自在幻化遍知海，千手千眼救道悬，32应普现身。白衣观音，大慈白衣观世音，随缘覆感应群机，三昧辩才善诱惑，妙德圆成正菩提。莲卧观音，合掌莲卧观世音，即战生光宝华开，悟性无际性常宜，圆明清净大觉海。龙剑观音，庄严龙剑观世音，妙香丰富乐异常，般若真智施无畏，净趣真境妙吉祥。施药观音，寂静施药观世音，寻声救苦难思议，
地官圆照三千界，阳之净水洗凡尘。鱼篮观音，除障鱼篮观性音，慈无能胜演元音，金针动然众业海，六道群迷蒙慈恩。德王观音，复感德王观世音，性净妙常香光严，慧气群蒙观自在，梵王身相应现来。水月观音，吉祥水月观世音，宝光常寂照三途，结结怨嗔八难苦，周遍济战大悲母。一夜观音，成莲一夜观世音，解迎众生烦恼结，法音常转广长舌，定慧等持气过绝。清净观音，勇猛清净观世音，大悲示现威猛相，晦暗长夜为灯烛，苦海波帆作舟行。威德观音，摄众威德观世音，摧破邪妖镇魍魉，天大将军渡沧海，虎门示现降吉祥。延命观音，喜在延命观世音，灭诸咒诅毒怨海，玄世留爱轮回众，紫金光照绝沧海。众宝观音，妙言众宝观世音，般若光宣是真迹，寂静明心觉观照，长者身相度群迷。严护观音，既然严护观世音，净严普观周沙界，熄灭三毒贪爱苦，元舌腹歇出枯穴。能静观音，安稳能静观世音，开示法藏戒定慧，三无漏学善护念，悲智双运登绝案。阿诺观音，观海阿诺观世音，妙善圆明不思议，消沉龙鱼诸鬼难，度脱有情出轮逆。阿摩提观音，无畏观音阿摩提，毗沙门天威神力，顾盼微尘目雄毅，智慧照见离苦际。夜衣观音，原名夜衣观世音，三千威仪妙慈容，神光内凝觉真诚，星光发宣地使身。琉璃观音，净妙琉璃观世音，悬湛轻盈悉一相，悉诸灾厄成虚境，消灭三毒正菩提。多罗观音，救苦多罗观世音，与乐拔苦信沙尘，甘露遍洒十方界，遍应六趣普
现身，隔离观音，起悟隔离观世音，慈慧爱物应玄世，无碍神殿觉有情，历劫熏修应微尘。六十观音，净光六十观世音，昼夜开敷慈阴阳，普愿轮回诸众生，咸令安乐超出相。普悲观音，宝光普悲观世音，妙相慈言净端严，圆明照彻三有海，大自在天圣威神。马郎父观音，善德观音马郎父，寂妙湛然净明路，梦幻泡影是出离，光照痴暗烦恼除。合掌观音，礼敬合掌观世音，耳根圆通法门开，清净宝觉遍寒容，普令解脱越苦海。一如观音，法性一如观世音，大悲如海性圆成，慈音无遮开尘惑，直去绝海不二门。不二观音，圆融不二观世音，普救众生施无畏，金刚教化绝暗回，无上妙境莲池会。池莲观音，妙哉池莲观世音，波头摩华净妙香，十四无畏功德藏，六道众生同悲仰。滴水观音，清净洒水观世音，妙湛慈母化阎浮，如海应仙西平等，普济寒食出三途。悲华经叙述观世音菩萨自发愿云：愿我行菩萨道时，若有众生受诸苦恼恐怖等事，退失正法，堕三恶道，忧愁孤穷，无有救护，无依无舍，若能念我，称我名字，若其为我天耳所闻，天眼所见，是众生等若不得解除苦恼，我终不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观世音菩萨，无论是因地修行或果上立身事业，